我要吃牛排，我的位置在这边，请帮我拿一个牛排。好，牛排。那我要还一杯果汁。好，果汁。果汁在哪边？果汁找找看。一找，是水，好，水也可以。我还这是果汁，果汁在这边，这个才是果汁。果汁要喝一点水。好，我要喝一点水。好，你再可以。然后我要再一条鱼耶。六，再一个。鱼在哪边？你要吃白饭哦。好，吃白饭。老板他好像想要吃冰淇淋。怎么？哪一个人？那个阿姨。阿姨。请问你冰淇淋在哪里呢？它不是绿的还是绿的的？应该是绿的的吧。你要跟他收钱哟。阿姨，给你冰淇淋吗？收钱。给你，给你，好，就好了。吃好冰淇淋。